是是，都是也推定了这个情况。而且因为帝王他本身的神这一点呢，我们说他是他的天命还会有用神的那个编钟，我们是青铜，青铜在中国古代叫奇经。这么说，这个角度看也是，那个就好像那个所有的新药一开始刚出来很贵，所有的新技术刚出来也很贵。你要说没有那种真正高端需求的人，高端人群去消费它的话，这个技术也没人追求创新去达到最高级。还是要有一点高端用户，也不能说因为觉得过于穷奢极欲。浪费人力物力的就干脆打死，也有一定的角度去想的问题。他们来全都有地把地装的东西然后来放在那里，然后边吃边听了这个音乐的演奏，这就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享受啊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成语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成语当中，对不对？